买到。要来去交车啊？但是车塞有啥物啊？很重。我油加电怎油灯倒起来？有啥物？油灯倒起来，我油加电也倒起来。对啊。刚加满呢，刚没还没有亮油灯呢。哦，出起来了。可能那个不管太那个对啊。加修吧。我刷几条。ご覧の番組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。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啊，怎样？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交车啊！这台被高带电，这几台被带哪没？今天中午吗？今天又要麻烦你了。你只有去交车，还要干嘛？哎，那个别骑啊！这台被是无牌的。热心网友说有一台那个牙哥啊，可以当做台霸车啊。哦。肉车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哎、啊，我看那个照片啊，竟然比我们的还漂亮。是啊、哦，可以跟、啊、直接跟他换。我整台马买回来慢慢用啊。对啊，我觉得那个天窗搞不好还可以动。我们那个已经封起来了，对啊、弄一弄我们就有天窗了。还跟我说有一两台。照片拍过来，你知道吗？有三台，全部都要扫回来了。全部都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我问讲话题钱要阿讲了，就是比你来个讲，对啊，啊，这道理哈。好。哇，沙巴嘞，啊，这部啥了？这是出电薄片磅薄了哟，啊，这是自拍的 PK 啊，哎，弄白嘞。会使开灯，会使开灯的，我看。过去在路边接高铁啊，我都开灯的都无问题啊。啊，这是边阿看？这刚好比我们来高，都天窗的呢，这台关机的，不然买台红的好啊。哎、欸，你啥啥啊？我买这台好啊。主牌扣分，这三门的呢？啊，现在没敢改做三门哎。你这不争气呢？眼镜无一样，我来就换。我坏掉啊，厉害啦！我这边停车随便停嘛。哈。我们需要一个这么大的停车场，有没有用了、啊？没有没有，最后还是停满。你这样照一下，最后还是停满了。对，看来就大屋哦。嗯，到时候还是单行道一条啊。对，向进去，向出来。哎、欸，这不是大巴哎，不会哎，你也晕。卡钱。假的吗？哇！哇塞！哎，看嘛，一台沙巴嘞，九三，还有多，真全的啦。而且嘛，一只啊。这个怎么？这不练能用它呀？用高档了没？我们这边阿贝，这应该不会啊吧？他要卖，应该都是报废了。好多沙巴哦。现在变成六盖哎，都没有，不油吗？这是被拆的蛮多的，对吧？对啊，那被拆了。哇，被拆了。看，拆成这样。对啊。啊，这天窗是好的吗？这样能来相门哎。对啊，这边那边，你要怎么买？你等嘛就艰苦。怎么办？加应该是这几台应该是报废啊。对啊。无牌啊，这是报废的，就是拆零件。我觉得像买这个回去没有用啊，因为它没有天窗、啊。对，不合啊。只要一个门。啊，买白色的，有白色的它的东西又被拆了。有我们要的吗？我们需要什么？因为我们的天窗坏掉，我不晓得它天窗是不是好的。灯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要上国道嘛，打开一节课就出来了。不要的话，关起来。还有一节课，这样关起来、欸，如果没有开灯，它是不是收不到了？会啊，但是它可以看车牌啊。好，不是这样哦、喔。哦，你打开再说啊，不打开就不用说了。没有那么好的事情。近眼，近看不到眼镜。哇靠！对啊，马上回去就被拆，马上脱皮，马上弄破皮。这个马达应该被拆的，才可以动。对啊，马达被拔走。这个都拔。嗯，回去噶，行噶要一台灯啊，对不？咱干那天窗派去啊，啊，这减一台啦。我记得左边还是右边这个减一台。哎，下个拍起来，干咩好不？咱是这边那边，我袂记。阿不能买一台的话，头家买好，还买一台。哎，拢 OK 啊，只要用粘的就好了。我一般都有溜啊，这溜我拢派去啊，不要拢搞红点的啊，好不？嗯。啊，灯呢？后面的灯有换吗？那电路会破去吗？我问一下啊，我先问。我抠印的，我知道你说大灯旁边那个破掉哈，左右都破掉对不对？这个东西呢，有箱门的嘞，你买不？哎、欸，蓝有白，蓝都有白。嗯嗯，好，白。哎、欸，这四人座哎，你看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丢嘞。看好帅哦、喔。哈。但是拆光了。我觉得一下经常就去给另外哦。哎、欸，中间不给人家坐，给人家坐。对啊。哇，煞吧。霸气。你看它这个。像这个都在寻宝，你知道吗？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以前加油送这个油单，你可以拿这个去加25块。其他不搞不好，我那捡到一张回数票，人家还说：“哎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有很多人还没看过呢。回数票？什么是回数票？那边
啊，咱沙包看不到，这椅子就碎耶。哎、欸，把这椅子杀回去做成那个沙发，好像不错、哦。阿里小师的那个直播室就有一个沙发，多帅啊！可是后面那个白屏啊，我们自己做做那个脚就好了。你会吗？没有，我都不会。我今天好像没带钱，可能不能买车了，要回家了。有多少钱吗？有啊，六十啊，六七千够啊，可以吧？可以付个定金啊。哦，可以付个定金啊 ，OK。可是咱来装什么鞋？我没去，以前看到背车鞋个皮，你知道吗？我记得我们是人家买电视就鞋，穿我红鞋的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啊。以前看到你看，这鞋个配水蓝，你看，个车都会变色的，就厉害啊。红色的我再猜应该也是红内装的啊，这个水蓝色，你看内装是配水蓝色的，对啊。啊，那说如果黄色的车呢？大面色，没有，应该也是黑的。哎呀，应该也是咖啡的，或者是 对，因为我觉得是浅，它会配比较浅的颜色。所以你去台湾了，我那是几千块，副驾不是剩几千块的呀？这是同一台吗？雅阁啊，对啊。它也是自排的吗？我都自排的、啊。那你这辆不要还还人家？咱不被那两个被去逮了吧？因为我记得我们这个都破了。对，我们那个都破了嘛。可是这一台外表不优啊，就我们咱们那边啊，还是买回去那一台处理掉，这台把它弄好，合体一台。可是两台又把它弄掉，又觉得不菜。哎呀，弄不起啊。啊后壁迄较好，他白刚刚都看到袂歹，哇、啊！再看一届，无三台拢买，哇！买啊！大礼包，台袂歹咧，经典咧，三门啊咧，啊无咱个买一台长油啊，咱买买长头家讲，啊你也买一台，啊你就讲买一台，我买一台，欸、这很经典咧，九百，九百，哇！天窗咧，手炉的咧，赶快放名片。哦放名片的阿哥，我名片用完我直接在引擎盖写我的名字，写上去，他一定会打给我。打给你之后，你干嘛在我车上写字？有啊，这就白啊，这就较水啊，哇！这盒吗？应该是感官。重点是人家有铁牌，有铁牌的话，你再买就比较贵。他们如果真的回去杀，你这个台吧，一定对他讲不三好啊。虽然基本上看起来外表较水啊，对吧？内在就不重要了，外表够水的吧？来这波物件，里面没东西了，对啊，黑的都看不到了，里面是什么颜色？用这台哦、喔，黑的应该配黑的啦，也蛮没有，也是红的，哇，黑的配红的，可是它的是皮衣，是穿的啊，啊，该秋白的嘛？哎呦，今天可以先不行啊，闹钟有啊，一直炸弹的，okay, 你走啊，好可怕，这开门未使先固步的自爆。哎呀，等会，好不要等会刚好好。哇，这叫气感的，这是也无练啊，叫这个会使，这个卖使，这个用放的。一个车哇，一个牛逼练，一个正练，安尼练无的。嗯。哇，废啦。哇，这正的啊。哎、欸，这个就这款，这个是正的。嗯。可是这个没有天窗啊。对。寻宝，你看我可以找。有啊，这款能叫我用起来。嗯。哎、欸，以前我去过哎嘞，哇塞，哦，好帅啊！哇，所以这个真的是好处，不会坏。嗯，你看，对吗？几年啊，你看都会干，帅、啊。还是会坏吧？它会坏、欸。你看，一波电啊，对不对？你看这样，嗯、你照镜子、嗯，上下左，哇塞，啊，没多左，没有左，有右，没有右，没有左调的吗？都要左调的，哇塞，左调的啦，出来不？酷哈。欸、这台后面都水，是哦、喔。啊，可是我就觉得咱爱是爱迄台天窗，啊，我们来好好不好？你那那天窗我给你搞起啊，对啊，没搞起啊。所以是爱迄台天窗，爱这台后面，啊，唔知在合体无？好吧，请示一下老板。在边啊边，这创下这些真困难嘞！哦，是，咱就买一台，该后天个八卦，哎呦，那是会使啦。啊，这边不好钱，我唔知这边啊边，一百块小贵哦，一百块小少啊。对，我就是怎样，我唔知边啊边啊。你觉得这个要输多少？五千。那麻烦泰山，请出。你不行再接叫我啦。哦，对啊对啊。一百。唔知啊，尴尬哎。
因为咱真正大部分咱买也是无好，可是换个角度想啦，你起码买等于你连刚压掉买台梯也嘛就最后产值还有几千块嘛，所以那几千块再加一点，那就一万啊，七千、八千，我不知道，我才用钱，你没有买过，我没买过，中古整台的，我连几年都没问了，真正难倒我了，对吧？对对对。你想要吗？最简单的，那先买这台。比较简单来讲，就是先买这一台。啊，我们缺什么东西？你确定？再跟老板讲，对，我要贴大灯。我觉得你电灯可以先拿，我是直接讲天的。我可以啊。你那个胎来的，我 lucky。这个不能掉，我做，我有一只得买。不是买这台的话，啊，贵买这台就天灯那边贴啊，较简单。把这台后顶啊，帮我贴过来呢。啊啊，那贵台要买偌济？我真不知，唔捌买过啊，我拢买贵台好，买贵这。现在暂时的话就是白色这一台现况嘛。对啊。对啊，按、啊、我就是引擎卸下来了，你就拍下来嘛，你就是现况这样子嘛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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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的话就一万块就好了。好了，结束了。绝对是超所值的。因为我唔知，我拢买有地板，唔捌买过无地板。因为这种东西的话，随便卖卖都超过了。对啊，你若要贴，对啦，一定超过，加这一块，这一块，因为像我的布嘛是几千块啊，你你卖拢一定成。对，今天寻宝寻到这里了，因为看看唔知咩样看，不啥啥了，所以我最后的决定就是买这一台，因为吼。它有轮子，也比较好上车。对，不然我们要专车这样上去，我们下不来。所以它有可以上去，有可以下来。嗯，所以我决定这台买这台有轮子的，它引擎会卸下来啊。嗯，引擎对我们讲没有用，我们要它的天窗。啊，我们选择那一台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后灯比较漂亮。嗯，老板帮我们庆祝一下，所以我们把好的东西换来这一台。啊，灯呢？对啊，前灯换了，前后灯都换了。哦，啊，回去我们就慢慢看用什么、啊。对啊，用较多咱嘛唔知咩啥，派去还是啥？因为最少我们知道这里有东西的，以后要什么东西来这边讲。对，假设方向机坏掉，跟他讲；，还是什么东西坏掉，跟他讲，这样就好。对，对啊，今天寻宝在这边呢，啊，喜欢的朋友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，还遇到我们的那个我们的啊粉丝，粉丝对，那也来寻宝啊，好的东西被他挑走了，我的卡钳，卡钳，你的不能用。好，可以啊，那买个转接座就好了。对，它是直上，就是买回去就可以上的。哦哦哦、对，我是要转接座，那个座不一样。你还要花钱啊？哦、花钱，恐怕赏我嘞，对吧？是，头壳唔捌啦，无啦赏。好了，对啊，好、哦，记得分享哦，开小铃铛、哦，还有订阅，对，好、哦，记得，好，拜拜。啊，等一下去哪？我刚去交车，交车了。地面凹啊，我进来。对对对对，走走走走。我是讲这是。啊，发动机都没去啊！嗯，啊，这个就叫泰山在里面推，这样子跑，对、啊，下面这样跑。啊、好了，回去了。好，开冷机小吃部。对。啊，小吃部一张哦，哇，我被差点炒三鲜呢。炒三鲜哦。对啊。好家伙！阿弟又被炒什么？我大锅炒。大锅炒，我的塞，我塞。这雅哥真的帅 ，K 八还是 K 五 ？K 八，阿黑算一张哦。我这门的这等，错赛看无。这这这等的应该是香门的古贝的车。古贝，我听到。搞不好也是喜美。我有毛古脸，喜美古贝哦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、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在教下一台车。对啊，我现在坐坐什么样？哎，你那边叫台南？没有，我们家驱车前往台中，快马加鞭。交完了，今天又一日两车，改天等阿呆的话导出来好了，哈，都把他都导出来，就是要回去了，要回去了，哈，忙了一天还没吃饭呢，我要去吃饭了，吃饭，哇，拢无啊，有啊，整个拢空啊，你看，我这多好的习惯，你就今天第一餐了，没有了，第二餐，哦，第二餐，好，今天交完车，然后就坐车就回去台北了，那你能买到车吗？有啊，买到了，嗯。对啊，买到一台报废车，是车回去杀走了。对啊，零件车回去杀走了。现在担心的是怎么把它弄上来。哦，现在是几个问题，一
比亏力啊，无引擎啊，对啊，那没有引擎，没办法上一般的拖车，所以要想尽办法，看怎么把它弄回来。好，找泰山去把它推回来好了。枪也开，有照啊？啊，丢啊，丢啊，用照呀。好啊，可能回去就死掉。好了，吃饱了要回去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